大家好，我们是十九两月天团。你这个人怎么一起？不然很奇怪。哇，你是我们唯一第一个会跟我们一起讲这句话的。真的假的？因为以前在九二九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二九乐团，被制约了哈。哎呀，果然民谣国王果然是非常老练的一个状态。鸡兄，您谬赞了，谬赞了。啊，哎，好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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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终于遇到一个瑞奇可以轻松聊天，来瑞奇，你来专访一下黄健。哎，黄健，听说你最近也有办专场啊？是是是，我这个11月19、20在那个台北 Lex， 这个是我自己第一次当老板开的那个专场。长大了，长大了。对，我也觉得长大了。我昨天学会那个 Excel。哇，黄健会使用 Excel 了？还不会、欸？还讲 amazing 啊，真的 amazing！ 我上网还 Excel 空格教学。但实不相瞒，我们这个十九两的要表演算是比较近会发生的事情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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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我们10月9号在对台北 Legacy 有演出。到时候麻烦这个黄健老师一起来共享盛举。没问题，我会在底下那个看。不然你要看吗？是是是是是。黄健老师要不要一起来拆一下我们的新专辑呢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哈，因为我跟阿基是室友哈，然后。我们是有几年？有2-3年，3年左右。然后跟 Ricky 是半室友，因为他住楼上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室友跟半室友是一个半室友。没有，因为我怕猜测太无聊，我就让我讲一下话。没关系，真的就是一个专业啦哈，专业的一个展现，一个 talker， 令人佩服，令人佩服。啊，我来收垃圾，收一下，收一下。在这个工作室都是我收垃圾，是是是，对，然后也是他倒垃圾。哇，这很可爱哎。哇 ，Sky 啊！你看这个，你来猜猜看，我们专辑名称叫什么？我能告诉你的只是个故事，是吗？好厉害哦！因为这种文青排版，我一定要看得懂。黄杰果然是练家子嘛，因为像阿强就念得很荒谬，真的假的？阿强说什么？我能诉你告，我跟你讲。好的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有我的名字哎，啊、哦、对啊，没错，因为这个黄健老师为我们配唱了《人民之歌》，这是发生在一个录音凉爽的一个六月，哇，当时我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是坐在这里非常沮丧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配唱的一个经验、啊，然后心中算是悲喜交的。对，然后黄杰那个时候就刚好在旁边，然后他就来听了，听了之后他说：“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一定要再唱一次。啊”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唱歌这件事情上，然后又跟我分享一些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不敢复述。反正他就放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啊，这里应该要这样唱，而且 Ricky 是不是累了？所以唱这一段的时候，反正我前两张都是自己录自己 vocal， 然后我知道那个录唱歌其实所有录音过程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你努力也不一定会做得好，要看那一天状况怎么样这样。对，然后反正我那天去就是阿基就放那个他们的给我听。然后就跟他讲啊，这里应该要怎么样？他这里觉得应该要怎么样？这里应该可以加两个和声之类的。然后他就说，阿基就跟我说那个，不然来帮我们配唱。我说不行啊，我不能当他配唱制作人啊，因为我觉得配唱制作人这个一定是那种要很专业的人才有办法。我自己是都找黄小珍啊，就是要信任又专业的那一种。然后我就说不然，他就说不然你来帮我们看一下。我说看一下可以，看一下就好，看一下你的录音可以，但是我不能当配唱制作人。好的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对，然后那一天我就去看看了，就回到那马上变配唱制作人，就是配唱制作人，就开始指挥。哎、欸、，Ricky， 这里再来一次哦。然后我就变那种超暖男，就对，唱得很棒，对，唱得很棒，我觉得这很棒，但是。如果可以再试一个什么什么的，因为我知道你在唱歌的时候被人家刁嘛，我们那天都不想唱了，所以你要一直很温柔的这样子。你都不知道他第一次录我，所以有空。你说他很那个对不对？他会执行。那你知道关掉麦克风你在唱的时候，我刚刚就说阿金你刚太凶了，就你在唱的时候，我说阿金你刚太凶了，人家会让人家不想唱。后来他都变超 nice 的。后来我知道了，我学了黄健老师制作的一个 SOP。你当一次主唱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，听完就是很棒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。对对，然后但是自己去想想看，瑞奇还有什么样
唱歌 的色彩的，但是一开始就是先鼓励这样，对对对，找寻他这次演绎的风格，是是是，然后试着去引导他做出别的事情，对，但是都是黄玠老师教我的，都是我的功劳，其实，对对 对啊，然后黄老师，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做配唱哦，就也没想到这么，还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而且其实我最开心的，我说真的，我最。最开不是客套话，我最开心就是 Ricky 也有喜欢那个配唱出来的结果。喜欢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对，当下的黄玠真的是这个专辑的明灯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做。而且其实声音是最歌人的歌声是这首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我听 Ricky 你后来自己唱都唱得更好。我觉得，你是张翰中会配唱的，你终于知道温柔这件事。哦，这个我后来就是整个人做事都非常的脾气自好，对对对对，温柔才能达到结果。对，我都会很温柔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慢慢来。然后我想说，对，敲了一个小时了，这样心里想，但没关系没关系，很棒，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这张专辑是非常感谢黄玠老师的帮忙。对啊。黄玠老师一开始还很谦虚跟我讲说，没关系，我不想，我不用挂，不用挂配唱这样。有一天突然走过来，我觉得还是挂一下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我配得很好。然后本来就说，就是那些什么配唱homies 就好，但是后来说啊，算了，你就写配唱就做得很好了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但是真的是，我人生也只配唱过一次。我希望你多多引导大家，我觉得你真的，他黄玠真的太厉害了，我是说的，太夸张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对对，他还会看那个波形，这个，我知道这个字的，然后反正我觉得很专业。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有，我很厉害，我想起来这件事了。对，我很确定我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在那个过程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自己录自己的 vocal， 我都很难那个做决定，但是像配你的，我就会很知道要什么。因为你就算你不要我也没差，但是如果问我，我就会想到那个，就很明确了。嗯嗯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厉害！而且黄玠老师不只是配唱厉害，你知道他现在跨足了画小插画吗？哇，真的是，其实真的是吓到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赖贴图你沙缸能缸啊？嗯嗯，没有，之前就很想做，因为我很喜欢画，因为我画画很烂，但是我又很爱画，然后我就上架了我的 LINE 贴图，当做我这次演唱会的周边产品，这样。哎，你有仔细看吗？要。哇！动物系列的。哇！哎，给点反应啊 ，Ricky。好可爱哦！有，很棒哎，棒，好赞哦！哎呀，吴家有女出长成，是是是。哎，张安正。是的。里面有很多海洋生物跟我们有重叠。哎，真的，真的哎，你刚说什么？哦，这个大家真的要搜寻，可是要怎么搜寻？对啊，世界贴图快乐动物篇，在 LINE 贴图就可以，或是在我的 Facebook。黄玠这次表演的这个视觉海报，我一开始看到我只能用震撼来形容。对，没有在怕的。对啊，就是好直截了当的黄玠。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哎，说说看，黄玠老师配上了这首歌啊，《人鱼之歌》，你感觉这一次十九两？的音乐风格有什么样的、我跟你讲，我本来以为我配唱那首是最好听的、哦、但是我常常发现每一首都跟我配唱的一样好听。哎呀，我是说认真的，我这个就不是客套话了。因为那一天阿基跟我说要不要进来听一下，然后因为我很久没有一次听完一张专辑的，这样多少40分钟有没有？我们是31分钟，31分钟，对。然后我就坐在那沙发听，我就哇、哦，我只能说好冷场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你们那个整个曲序编排就是一个30分钟的故事，然后音乐也都有跟那个对到，主要是音乐内容很丰富，我觉得是那种很有古典味的东西，这个让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听到很古典味的东西了，因为我本来自己是很爱听古典音乐，我也是，对，但是我很久没有听到有人把它放在里面，因为就连我自己都不太敢放，因为我不太会操作他那个逻辑、oh. 但是阿基这个有重，而且他那个序曲跟结尾啊，因为我跟他同一个工作室嘛，就听他拉那个句子拉了很久，我想说、哦、你是多喜欢这个啊，也还好吧，然后最后来听专辑里面觉得哇，这个原来是这样用的那个句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难怪你一直在想这个，因为就是从那个句子去发展那个前面跟后面的，对啦，我
这次也算是对啊，就是有而且我觉得，而且我觉得 Vicky 的歌写得很好，我认真觉得，对啊，瑞奇这张专辑之外，他还卖了一个歌给万芳，也是这个真的假的，在这个故事发展的，故事发展里面，对对，你可以去听，非常非常有趣，真的是孪生兄弟，黄于君编曲很好听啊，一定的，很好听。他超强的，我很喜欢他。对啊，对啊。其实这个访问真的就是有一种去看看大家都是正在创作的过程中啊，我是觉得也是蛮好玩的。对。不过啊，这个黄玠刚刚就一直提到古典音乐哈，是是是。那我想这个好像做而言不如起而起，要不要为大家展现一下？是是是，唱我的歌太无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唱。唱歌到我26号开卖的11月19、20的专场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对吧？是是是是是是，对对对。那合作19郎哥也还好，因为我们10月9号就会在那个谁表演，回你一拳。好家伙，很好很好很好，我也算是反应快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不如我们就放下这个成见，一起来感受这个音乐的熏陶。好的好的，16世纪泰雷曼的质地组曲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是一个怎么样的歌曲呢？是一个像在森林里面听到鸟在叫的歌曲。哇，我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好的好的，像你那个贴图一样吗？啊，对，就像我的贴图，like my 贴图，纯粹又带有童趣，然后整个这个非常的优美的一个状态。是是是是是。好，不知不觉我也刚好把谱给翻开了。OK OK， Let's go 吗？我们琴瑟和鸣一下。好 ，Hey Ricky， enjoy。好 ，Ricky， 不好意思，你就 enjoy 一下。好。来哈、哦，1、2、3、4。其实这个计划是半年前，我们就有在讲，对，我们就有一天在讲，说我想跟石学长一起表演，但我不想唱歌，我想吹笛子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好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做。对，然后聊完之后就没有下文了。对，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也算是完成我们两个音乐上的一个是约定。约定了，约定，约定。好了，好了，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，好吧？哎，我认真跟你说啦，如果你演唱会想要我去吹这个也是可以。真的吗？突然很想在台上吹，怎么办？我的天啊！嘉宾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哇，现在好，那不用，那以后之后再说。要来。万芳也要去，对不对？我有听说他要去唱和声。对啊。我简直无法想象我在唱歌，万芳在唱和声，我会有多紧张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危险，太危险。好开心啊！对啊，对。好了，那就看看这个感觉了哈。我们有安排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感受一下。反正这个歌真的太优美了，我们一定要有机会再。不用钱，我去吹。哎呀，这是怎么这好意思的？还是你？真的真的，没有排我上台吹，我也不会放在心上。哦，对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是是是是是是。好了，那究竟会发生什么？我们10月9号就会知道了哈。好的，那今天就很高兴这个。谢谢黄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19两乐团，哇，你又再跟了一次，拜拜。10月9号，顺着洋流走，要看表演啦、啊。